早安大家，我是啾爸，今天有啾妈咪还有啾啾。原本这星期要出去，就是去其他的游乐场或者是其他亲子餐厅要去拍影片，但是 Brisbane 有一例本例确诊，而且是英国的高传染性的病毒株，所以州长决定封城三天，所以我们就卡在家里啦。今天是第二天，那昨天在家里就开始重新在我这个工作的空间里面重新规划了录制影片的地方、工作的地方还有剪片的地方。然后我最近发现我在剪片上面就是我的需求越来越高，那 iPad 上面有一点点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所以我开始学习新的剪片软体达芬奇 Resolve 这个软体。那它是有免费跟付费的版本，那我自己使用的是免费的版本，功能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呢其实还是可以剪辑比如说 4K 的影片啊什么的。那许多的好莱坞的大片呢其实也是用这一套软体剪出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他们网站看一下，叫做 DaVinci Resolve。 那因为我也在学习这个软体的关系，所以最近出片会比较慢一点，因为就希望可以把功能学起一点，这样剪出来影片可能希望品质会好一点点。那好，那我们既然被关在家里三天，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被关在家里面啾啾一整天在做什么吧。啾啾做早餐，今天早餐帮啾啾做的是香蕉肉桂松饼。Hello, Juniper, 你们跟大家 Hello. 我们今天卡在家里耶，啾啾。我们今天都在家里，你今天要怎么玩？你今天跟爸爸妈妈玩一整天，要不要？要哦，好哦 ，OK。那你要不要开始给大家看你是怎么玩的？你的 scooter 啊，然后你的车什么的，要不要？要不要？你要带大家看一下。擦擦，啾啾，你开车要开去哪里？撞墙。Shivers. When you must
叫了是吗？ OK, let's go, 我们去睡觉。OK, 我们现在来做午餐，我们用我们昨天剩下的鲍鱼鸡汤来做个汤底，然后做个汤面给啾啾吃。那我们现在先来做面条吧。你的臭小子，平时没有睡那么多，今天睡那么多啊，睡到爸爸妈妈都饿扁了，你知道吗？好，那你帮忙你按，好吗？你帮忙你按，好，谢谢。好，放下。那我们可以吃午餐喽。谢谢舅舅 ，Thank you。Hello， 午安，已经三点半了，有哥哥。谁噗噗了？啾啾，你有没有噗噗了？他说什么？有说谢谢，很棒哦。要不？比个不？好，我们要来做晚餐。今天晚餐我们要吃气炸鸡翅。还有气炸杏鲍菇，还有青鱼，我们就今天就完全用气炸锅来完成吧。不对，妈咪，你是说你想要吃蒸蛋是吗？好，我们等一下再蒸一个蛋。今天就是不动瓦斯炉，然后来做出今天的晚餐。
小马桶在哪里，你们拿来练习一下。啾啾跟大家晚安，拜拜。啾啾拜拜。飞吻，飞吻，飞出去。爱你，爱你，爱你。啾啾，爱你，爱你，爱你。辛苦妈咪啦。啾啾睡觉，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可以待在他自己房间，然后他滚来滚去，自己睡着。就会对他其实不怎么需要陪，然后他就会自己睡着了，这点还不错，这一点很好啦。对啦，但是呢就是啾啾睡觉的时候，也就是妈咪头痛的时候来了，因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刚刚啾啾玩过的痕迹，然后现在妈咪就会把它通通归位，然后归位完以后我们才会去做我们的事情，去洗澡睡觉什么的，然后就让大家看一下吧。但是有小孩子这很正常啊，那有时候他好的日子的话我还会帮你收拾一下，那今天这个真的是世界大战一样。 OK， 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啦。那如果你喜欢啾啾一天的这个影片，或者是以后他出去哪里玩我们都把它详细的拍下来，如果你喜欢的话，那记得要订阅分享按赞哦。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哦，拜拜拜拜。